社视视影综合报道，漫威电影宇宙十周年最强力作《复仇者联盟：无限之战》横扫全球，目前全球票房冲破 6.4 亿美金，约台币 189.55 亿元，全台票房截至昨天已破 3.3 亿台币。同为漫威英雄的死侍虽然尚未正式回归同宇宙，也在推特及 IG 道贺，更提欧出当年被钢铁人拒绝的信件，自曝当年想入团却被打枪。死侍莱恩雷诺斯在推特及 IG 上提欧出一张2012年4月14日来自史坦克工业的公方回信，上方标注回复加入复仇者联盟，内文写道：不行，绝对不行，去烦 X 教授，不行。最后附上东尼史塔克手写签名，2012年4月14日正式首集复仇者联盟上映前夕，信件可看出此事当时毛遂自荐想加入复仇者联盟，却被钢铁人东尼史塔克直接打枪。莱恩也写道，身为一个不知何时该放弃的人，哼。